常小姐，你坐稳啲，唔好两头喐啊。唔使怕噶，而家风平浪静，冇事嘅。哈，蔡先生啊，你爬艇嘅技术好好、啊，揸支桨嘅姿势好正確，只艇又顶。加上日月潭风景又靓，真系相得益彰啊！你过奖啦，我啲技术麻麻地嘅啫。不过你千祈要小心啊，唔好跌落水啊！我唔识游水噶。我都唔系好识游水噶，抱下抱下就得嘅。啊，系咧，蔡先生啊，点解有时净系见你坐喺架车嗰度，唔多见你参加我哋嘅节目嘅？哦，系、我心情唔系几好，有啲嘢谂，咁咪唔想玩咯。哦，原来系咁。其实都嚟玩噶啦，点解唔放低啲心事，俾自己轻松下咧？我家姐都系咁话，佢叫我唔好挂住，玩得开心啲。啊，嗰、那个系你家姐嚟噶，喺机场嗰阵我都听到佢咁话啊。系咩？系啊。你都听到啊？两个星期前我去睇医生，做咗全身检查，要等报告。点知等到我上飞机要嚟台湾啦，报告都未曾出，仲话要详细检查清楚。唉，我睇都系空多吉少噶啦。未必嘅，而家医学咁昌明，检查多啲嘢，梗系需要耐啲时间噶啦。你唔使咁担心嘅。其实我嚟咗咁多日都冇心机玩嘅，我想翻香港。唔好咁啦，既然都嚟咗啦。玩下先啦，仲有几日啫嘛，开开心心咁玩埋嗰几日啦。唉，讲就容易，我真系冇心机啊。不过我都好彩噶啦，揾到你同我一组，真系多谢你啊。咦，蔡先生啊，你拎住啲乜嘢啊？闪闪亮嘅，你睇下，好得意嘅。咦，系啊。真系好得意啊！系一只乜嘢咧吓？珍珠贝嚟嘅。哦，你中意啊？嗯，送俾你啊。多谢啦，你都系留翻嚟送俾人做手信把啦。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啊嘛。礼物最好就系同会欣赏嘅人分享噶啦。多谢你啊！啊，仲有冇得买啊？嗯，我想买多两个送俾朋友啊。有大把喺嗰边啫嘛，啊！等我爬只艇翻去湖边，然后帮你去买。啊，到啦到啦！诶，好声啊！你上嚟先啦。好啊。嗱，你坐喺呢度吓，不过小心啲啊！啲石头好岩残噶，因住跌落水啊！呢度外边就系太平洋嚟噶啦。我会噶啦，你快啲翻嚟。嗯，诶，邓志强喺嗰边啊，我去同佢打个招呼啊。咦，蔡 Sir， 你去边啊？去买珍珠贝咯。啊，喺嗰边啫嘛。哦，诶，嗰个女仔佢哋有得卖噶。啊，哎呀，弊啦，司徒小姐跌咗落海啊！我嚟啦。哦。司徒小姐，唔使惊啦，掹住我只脚啊，揽住嚿石啊，捉稳啊，我拉你上嚟。冇事啊，哎呀阿娟，哎你真系大命啦，好在细光够勇敢跳落海救你咋，如果唔系啊，你做台湾海峡嘅孤魂啊！多谢你啊！唔使啊！哈兹，哈兹，小意思，哈兹，哈兹，唔好介意，我夹硬嚟嘅，我唔识游水。蔡先生，你冷亲啊！唔紧要，我冇病嚟啫。你通身湿晒，好容易冷亲噶。阿娟，你都系啫。嚟，我哋快啲上车换件衫先啦。嚟啊，去啊，去换件衫先啦。嚟，好声行啊！嚟。哎，你只手流血啊！小意思，擦伤下啫。嚟，
唔紧要。上车先啦，我搵啲药俾你哋查啊。司徒小姐，蔡先生咁啱嘅，等人啊？系啊，等紧个女仔。哦，拜拜。司徒小姐，哦，唔好行咁快啦。揾我有事？系啊，揾你噶。你咪话等一个女仔嘅？咁你唔系女仔咩？哦，你真系幽默啊！点啊？到底有咩事啊？冇事。在台湾回来都未曾见过你，忽然想起你在这里学舞蹈的，我见今晚得闲就来接你放学咯。其实我都未多谢你救回我啊。这些事不要提了，我都应该多谢你的。啊，本来我很颓丧的了，在台湾那阵是你鼓励我，令我整个人开朗晒，我特登来多谢你的。不如我哋去公园行下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公园喺对面啫嘛。好声行啊！嗯，啲石地啊，凹凹凸凸嘅。我知你讲乜嘢啊？咩啊？你话我会跌落地啊嘛，就好似嗰次喺台湾咁，系咪？唔系，你唔好咁敏感啦，我冇咁嘅意思噶。不过，小心啲好。不如在这里坐下吧。好啊。这里环境挺好的。你看有一排松树，有一草披地。今晚还有月光添。你很喜欢跳舞的。我的兴趣很广泛的。弹琴啦，唱歌啦，跳舞啦，文学啦，样样我都喜欢的。你呢？我喜欢影相、诗词和唱歌。你懂唱歌的？学学下咁啦。我曾经在音乐学院毕业的。哦。现在偶然都有唱下。是咁，真是失敬晒啦。唱首歌给我听啦，得唔得啊？要我献丑啊？点啊？好啊。你想听咩歌？是但啦。在世间寻觅爱侣，寻获了但求共聚，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，我偏偏又后悔。好嘢啊！原来你唱歌真系咁好听，咁叻喎！唔系，好失礼。唔系啊，真系好好听啊！做咩忽然间吐大气啊？唔开心啊？我就嚟唔可以唱歌。点解啊？我个病咯。唱歌要用气噶嘛，我唔可以太嘥气。你冇咩事啊嘛？报告出咗嚟，点啊 ？cancer， 鼻咽癌。而家医学咁昌明，应该有得医噶。我唔想睇医生，我怕失望。哦、蔡先生，俾啲信心自己，我陪你一齐去。好啊，司徒小姐啊，你陪蔡先生嚟睇症都有三四年咯，嗬？系啊，啊系啊，蔡先生做过电疗，要俾多啲水佢饮先得噶，
因为放射线的影响呢，所以会口干又容易攰嘅。我已经俾好多水同埋果汁佢饮噶啦。嗯，咁啊好啦，睇嚟蔡先生个病已经受到控制啦，佢精神几好啊。系啊，蔡先生初时起病嗰阵，医生话佢只得半年命嘅啫。但系而家已经有成三年几啦，系啊，佢真系好彩。系咯，司徒小姐啊，你一定系时时鼓励佢啫，你啊真系佢嘅红颜知己啦。啊，蔡先生出嚟啦，细光，见你满面笑容，医生点话？娟啊，医生话我个病有进步喎。系啊，咁咪好咯。行啦，我攞咗药噶啦。好口干啊，去饮杯茶啦。好啊，阿娟啊，我真系好感激你。初时我一知道自己有鼻咽癌，我好惊慌，好彷徨，又恐惧又绝望。后来得到你鼓励，我先至定啲，先至振作啫。唔好咁讲啦，都系你自己勇敢啫嘛。唔是的，是靠你的啫。这种病要心情开朗乐观，然后对病情才有帮助。那就是，所以我都很愿意陪你的。你听我现在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，又上班啦，得闲去旅行啦，几开心啊。我都很替你安慰的。我多谢你无微不至咁照顾我，有时我心情唔好发脾气，你又谅解我；我彷徨恐惧嗰阵，你又劝导我。我能够长多几年命，系你赐俾我。哎，有样嘢俾你，你睇下。是一块好光滑的石头。鹅蛋形。你说它形状似不似台湾啊？几似啊，两头尖，中间就阔啲，长长地咁。中唔中意啊？中意啊，我会收藏佢嘅。细光啊，其实你送咗好多嘢俾我。录音带啦，相啦，诗词啦，地方上嘅纪念品啦，系啊，将来你会有一份好记忆，睹物思人。嗯，好好地做乜讲埋呢啲嘢啫？对住你，我时时都有自卑感，我觉得嘥你时间。嘥你心机，好负累你。医生都话你有进步咯，系就系。不过呢啲病话唔埋嘅，唔好讲呢啲嘢啦。你念一首词俾我听啊。好啊，我啱啱想起。李煜的乌野堤，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常恨朝来寒雨晚来风，胭脂泪流人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细光啊，你呢排好唔妥噃，成日昏昏迷迷咁嘅。子表姐，你嚟得啱，我入咗医院成个礼拜，完全冇起色，都系唔得。
你唔好咁讲啦。阿娟有冇嚟过？有，佢日日都嚟，不过佢要翻工。佢对我好好，我都唔知几生修道，长咗六年命。是，大家都是这样说，我们还以为你们会结婚的。结婚？我不想累人，他对我的关怀、容忍、宽恕、牺牲，我只有祝福佢，佢仲后生，仲有前途，有幸福。细哥，你睇下，你唔好讲。表姐，阿娟，佢仲未嚟啊！希乐。咁晏咯，都怕唔嚟噶啦。打电话，细光，细光，姑娘，姑娘啊！姑娘，咩事啊，表姐？细光，细光佢，细光，细光啊，细光，细光，细光，你掹大对眼望下我，细光，你唔好走啊！细光，我同你一起去，我同你一起去啊！细光，细光，娟啊，你镇定啲啊！又系嘅，你既然要生要死咯，点解你哋唔结婚啊？就算系几年都好啊！我系女仔，我一定要矜持啲啊嘛！细光一直都冇表示，当我翳佢咩？咁啊系，不过佢知啦，佢唔想理你。如果结咗婚，可能佢会更加振作，又或者得到一男伴侣。佢而家都唔使死得咁孤单啦。总之，总之我后悔。呢度是癌症服务中心，我是义工司徒娟。啊，咁系啦，司徒小姐，我是找你的，我姓李的。李先生，唔知有咩贵干呢？我有癌病，我睇过医生噶啦。哦，而家想嚟请教下你，要点样先可以好啲？李先生，做人一定要开朗、达观，听医生的指导，千祈唔好失望啊！好多人都系咁话噶啦。司徒小姐，你是不是患过癌症啊？不是，不过我有一个男朋友曾经有过这种病，所以我很清楚。你的男朋友 他病了几年啊？六年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他去了别处。你们没有结婚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好朋友。为什么不结婚呢？难道你嫌弃他？不是。他喜欢你吗？应该喜欢的。我们一个星期都有三四次约会。哦，那我就明白，你的男朋友其实都很伟大的。他是真心爱你。真爱不再获得而再奉献。他以为自己患了绝症，所以就不想连累你了。我都相信是因为这样。不过你也一样是这么伟大，因为你肯关心、容忍、宽恕、牺牲，你真是菩萨化身。多谢你。那你们现在可以结婚的？他离开了我。啊，是啊，你刚才说他去了别处啊。
咁你悲哀嘛？我已经化悲哀为力量。我做义工就是想将对一个人的爱化为广大的爱。李先生，我皈依了佛教就是想体验这一份力量。是，你说得很啱。我听到你这番说话之后，我整个人都开朗晒。是，人生是充满希望的。